事情是这样的，早上我开门拿快递，发现门口竟然有一封信。至金宝，是要给我的猫寄信。乖，有你的一封信。金宝，上次一别很是想念，请前往通州区立局中央城1706号密插冰城门口的长椅，有惊喜等你哦，爱你。怎么好丑啊！于是我决定带金宝去一探究竟。我们来到了信上说的地址。这就是惊喜吗？怎么还有一封啊？请前往宝叉大都会地下停车场再打开。这里应该就可以打开了吧？请在停车场区寻找一辆欧拉好猫 GT 木兰版。这我上哪里去？是不是就这辆啊？看着复古运动潮酷的外观 ，GT 运动尾翼搭配了红色运动卡钳和猫爪撞色轮毂，料材上方采用 3D mesh 包裹工艺和皮绒质感材料，错不了，就是这辆。找到了，恭喜你成功找到了，请打开后备箱。那啥，我还喘气儿呢，你俩未免有点太明目张胆了吧。